么来了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的衣服，上次跟你们说呢，如果在我们没有在家里没有穿松脚呢，因为我最近就自己design 了个衣服，要怎么做了哈？因为我对那个绳子以前绑着绳子，我觉得好不舒服。咁我想想，哇！突然间给我绳子怎么做了？越戴越好，戴到好像很肥的人，戴到也都很好。要怎么做了哈？越戴没问题，越戴越好，穿得来越舒服。因为女人跟男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啊？男人跟女人这样是不一样的。首先呢，穿很大条。大码的扎大的越大越好的，为什么？就是这样简单。剪多久呢？大概两个手，两个手，然后呢，两个手相差不是很远，好像有点那个高那低，没关系，就剪剪一下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然后那个领，我们剪个习惯性靠近这边。剪的背心，为什么女人跟男人还不一样呢？因为他男人呢没有胸部嘛，我们女人有胸部，穿别的 T 恤很容易滑下来，还有不好看，所以我用很简单的方法解释给你们。觉得很好的，或者我的剪出来，或者一次过也可以，不然我怕剪太短，等一下遇不到，所以分开两次就蛮好用。这个呢，剪是什么？就是这么简单的。然后绑的时候呢，你不可以剪绑，要这样，要打叉。这里打给这里绑出来，好像这样打个叉叉。怎么绑呢？我首先绑两下，可能的每个人的身材不一样所以你当你扣线那条衣服的时候 T 恤的时候，你最重要它能够适合你行了。穿的时候，你的小猫会对你这样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去前边比较好看。我先得这里面，这样，所以你都可以。接近你的余光，因为很热，新加坡真的很热，所以用那个方法可以 design 你的衣服出来很好看，越肥越好。所以你看，你说好不好用，看你个人了。因为我们买的 T 恤呢，是不一样的，买个 T 恤真的不一样的，因为不适合。我也做一个示范给你看，做一个示范，然后我很喜欢，所以我就很好看。
走。就讲妈妈的塞上去。就先果干。哟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用呢？你看你个人呢，这样我觉得我们在家里呢，如果没有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呢很没有适合我的衣服呢，还有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的，所以尽快的今天穿的是结过来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结个头，结个头就前面，就前面，你看啦、如果觉得这个还不够不对，这个不够不对，我们可以剪多一点点，剪多一点点，剪多点点就不然啊，很舒服的。你试试，我觉得我每天都对着你的穿那种，因为不会暴露你的乳房，因为前边呢好像这样，前边这样能够好像前边将它覆住了。你穿现在我做给你看是很难说的，要看你自己穿过你就知道那种好处啊，是不可以要扣叉的，要绑的时候是打叉的，打叉的。嗯，我谢谢Jenny了，拜拜。